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中国太阳能制造商金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JinkO Solar Holding Co. JKS 简称金科能源周一宣布计划在美国建立一家工厂。一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刚刚宣布对进口太阳能板只收关税。金科能源周一称，董事会已授权公司敲定在美国建设一座先进太阳能板制造厂的计划。该公司同时还宣布与一家微聚名美国客户达成大约三年内供应 1.75 吉瓦太阳能板的协议，这似乎是米建工厂与特朗普最近做出的关税只收决定联系了起来。特朗普决定在第一年对进口太阳能板和太阳能电池只收 30% 的关税，第四年及最后一年降至 15%。 金科能源称，该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美国贸易法针对进口太阳能电池片和太阳能板模具的做法。金科能源发言人为就该公司上述计划提供更多细节，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存档文件显示，一家项目代号 Project Old 被称为国际领先太阳能板和模具制造商的公司，希望创办其美国首个制造和装配设施，承诺2019年底之前投资 4.10 亿美元，至多创造800个就业机会。杰克逊维尔市政府发言人称，该市官员已为相关项目批准逾2400莫美元的政策优惠。该发言人对于 Project Vault 是否与金科能源存在关联不予